拜托一下台东市政府，救救我们好不好？这整个透南风，整个砖头臭到，不知道当作是咱家的死人的哦。昨天环保局跟我们的在地里长说，温度太高，无辜鱼中暑，阿娘喂，海边的鱼也蒙死了了啊！现在何树的所在地，在我们的大里的头汴坑溪，你甲看，鱼也死有济哦，几万只，哦。上主要是咱这的头家啊，莫安尼啦！拜六的拜日搁你加班啊，甲这鱼啊，上一次已经验到重金属了呢，你现在要跟我说这个又是缺氧吗？那安尼，损蛤蟆啦！再来，居然昨天环保局跟我们的在地里长说，温度太高，鱼中暑啦！我觉得这个我们无法接受。